国语国小运动会要赛跑喽，赛跑竞赛，要赛跑啦！哦，不是蹲着，是半。哎，有呢，有蹲着，有蹲着。啊，跑步啦，要，那赶快做。热身操，动一动，动一动，自己好，动一动。4月4号儿童节，哦，80公尺。逼着要跑了。他不是打枪的，他是兵。嘿嘿嘿嘿，我以后国小运动竞赛，嘿嘿。那种女生比较多呢，没有，那衣服都一样的啦，男女生衣服都一样，女生有的头发留的比较长。我小有的女生反而长得比较高。到了高中以后，变男生比较高了。哎，男生女生混在一起跑哦，嘿嘿，男生女生混在一起跑。蹲着而已啊，也没有蹲着嘞，稍微啊，低姿势这样。然后低姿势像要冲的这个，应该有了，手应该有按地上。不是蹲的，不是蹲一只膝盖啊，是前面的手。啊，那不了，手应该没有按地上哦，按地上的像扶梯挺身的。有没有一只膝盖碰地面？哦，6年级。6年级，哦，速度最快了。哦，他不愿意到他班那边。哎呦，胖子真的跑得比较慢。
哦，赛跑，他不是用打枪的，他是用吹哨子的。应该说预备，闭。我小六年级就长得好高了，140公分，140公分大概都有。有人国一后国小了，儿童节举办校庆运动会了，儿童节举办运动会了，下午的第一个节目赛跑。彭威、苏彭威三年级了，苏彭威还会做那个天后宫前面那些彩绘，跟永华护城河的彩绘，导览解说。